鞋面、垫脚，通通都是真皮的。然后是在上面，感觉就是你不动，所以当你在那个脚背上的时候，你会调到最小的，就会想讲会贴住。好，你想要变凉鞋，你就把它往后拉之后，再把那个洞调整到最外面。看你之后，这里还有长松紧带，所以它整个穿起来是就是完全彻底的可以两穿。因为我遇过太多凉鞋，它号称可以两穿，但其实非常勉强。这双它是扎扎实实，真的是两穿。这一边的线条它都有做加宽，它会非常的欧美时髦感，太时髦，这个线型太时髦了。这一块欧洲美国线的鞋子，他们的做法都会是像这样，只有下面这一块。然后的鞋子的做法都是只有前面周围这种硬板，它少了上面这一块，对，所以它会非常硬跟非常的滑。然后但是他们的穿起来的造型感的确比较利落，这有的民众他想要比较更利落欧美感，所以我才新做了这个是水洗 2.0。 因为我们原本的水洗它真的就是比较算是休闲可爱跟比较甜美，甜美系就是少了那一圈硬硬的，是完全视觉上是差很多，对，完全不同的风格。鞋的穿法每两穿一次满足你的需求。拖鞋，如果你拖鞋的时候那扣带就会放到前面，然后整体的造型感就会比较重。